我们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那我们关心的议题是环境还有土地。那既然核能它是一个跟就是可能会危害到环境和土地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就必须要站出来关心。是，请问一下你们有多少人出来今天？我们的会员都四散各地，是大概有二三十个吧。啊，好，二三十，就可能不在这边，可是在其他的舞台。有两三百个吧。两三百个在。公司就来二三十个了啦，怎么可能？景观界只有两。哎呦，两三千个，两三千个。知道，两三万人都。这边都是我们的人。好，谢谢你，谢谢。记者好奇宝宝现在这个现在在捷运这个是台电台大医院的捷运站出口，然后这边有很多人在截集，大家可以看到站的位置啊，下来